南投县政府第五月二十五号将要在南投县会展中心举办就业博览会，到时将会有五十间以上的厂商提供大约七千个工作机会，其中包括有代表浙江省高的台商协会要来招揣人才。另外，因应高龄化社会来临，政府这次也特别来设立绿能专案服务区，有兴趣的乡亲就要把机会前往参加。为了帮厂商找到好的人才，也创造更多就业的机会。南投县政府在五月二十五号将在南投县会展中心举办就业博览会，有国内外的厂商提供大约七千个工作机会，包括讲浙江省的教育台商协会，也在找找到教育、这个科技等方面的人才，请民众爱把机会。这个我们台商也到我们南投县来征才哈，我想这样一系列的对年轻人的一个照顾啊，我想我们一定要让年轻人啊，大学毕业能够找到他们理想的工作，让他们能够哈，在社会上谋福利。职缺哈高达七千多个啊，职缺最多，而且福利也非常好，另外啊薪资也不错的一个哈优质的职缺。可以说创下就业博览会的一个记录。现场并且设置着创业的咨询、身心障碍求职的服务区、职场体验负责等等。因着高龄化的趋势，官府阁增加着专案服务区，透过提供找头路的技巧，也有资讯，协助着年岁较大的民众，会使再出伫职场来发挥专长。因应哈，我们中高龄的失业者也非常的多了哈。那我们特别设置哈，有乐龄职涯啊第二春的啊专案的一个服务区哈啊，希望能够提供哈这个中高龄的民众哈，失业的民众哈，能够二度就业哈，能够谋职成功哈。县政府表示，为讲纾解着民众找头路压力，活动中阁设置着家居的服务区，提供免费的猎人、卫生，也阁义诊者等等，而且参加前三百名才会使摕到小礼物。欢迎讲要找头路，还是想要转换跑道的民众，莫来错过着这难得机会。记者林明信，采访报道。